我们继续研读《论语》，各位看，《论语》讲要803页，803页，这个是子夏说的。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，必问。”小人有过失的时候，问呢都去神，问时，所谓问时啊，就找一些这个言语。把他的这个故事掩饰起来，明明是个过，他找着很多理由出来不是过，这叫问。小人有过的话，必然把他的过失把它掩盖起来，掩盖这些故事的言语说得很好听。人家对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这些小人呢，相对的来讲，君子不要问过。跟孔子学这些大弟子。子路，一听人家说他有哪些故事他就欢喜。哦，我有过，我自己不知道，你告诉我非常谢谢你，欢喜。颜回自己一旦发现自己有故事的时候马上改了之后，永久再不犯第二次这个过了。所以古人常常讲言子不贰过，子路呢喜闻过。为什么？子路喜闻过，颜子不贰过呢？我们要从这一章经里面研究我们人过失太多了。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如本性。迷惑颠倒，都认不得自己的真如本性。认不得自己真如本性就佛家来讲，就是起了无明。无明就是不认识自己的真如本性然后起了无明，由无明来形成言语行为。处处都是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他是这种人哪一天都有过失。过失太多了。学道的人必须知道，我们自己过失多得很不但这一生，这一生有前生，前生又有前生。讲到无有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认识自己本性的话，就有无明，就有种种的过失。
过世最严重的就是啊，造成自己生死轮回，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是大过啊，大过是指的这些生死轮回不能自主啊，小过就是在人世间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情，自己不知道，这就是过。所以君子啊，遇到有过的时候啊，不问过，不会掩饰的，不掩饰就表示他决心，原来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个过，现在一旦自己发现也好，别人告诉他也好，马上把这条改了。改了之后不能说哦，我今天改了，我明天又犯同样的过失了，那这个不算改过啊。一改之后，人就不会犯同样的这个过失。只要每天改，每天改，改到后来过失越改越少。改到没有过的时候，那成功了。所以孔夫子讲啊，家无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了。再加上我几年，让我学学周易。学周易怎么呢？可以无大过。没有大过的时候，圣人呢讲这个话是现身说法，是教人家了。其实圣人自己小过大过都没有了，有大过还能成为圣人吗？孔子教是教，拿这话来教化他的学生，教化一般后代的人。我们学道要学圣人，学到最后把这个生死问题能够解决，就是要从这个改过开始。改过任何一个过，一改之后永久不犯同样的过失，最后把这大过也改掉，也没有了。那就生死可以自主了，成就圣人了。成就圣人到世间来教化啦，不像我们现在这么，你讲清楚给人家听，人家能够不能够接受还有问题的嘞。人家要接受你讲的话，要看看你讲的与所做的是不是一致啊。如果我们像现在一般修世界，只拿这个经典当学问来讲，自己不照这个经文所讲的来实行、来修行的话，那个讲出来人家，能不能够真的相信，那有问题呀。人家学的话，也是学，也是做做学问而已啊。对于实际的利益，谈不上的。所以在这章经书里面，子夏讲的也是，他估计也是跟孔夫子学的啦。我们最重要的要修君子，有任何故事自己不要掩饰啊，承认，赶快就改。最显著的，我们在家里跟家人相处，说一句话的时候，家里人呢感觉，
不满意，对他有冒犯的时候，你马上道歉呐，马上道歉，今天说的话对不起他，此以后就从此不要说这句话，让对方感觉受不了啊。你能够这样马上道歉的话，你家里的人呐，他对你这个态度马上就改变。在家里如此，在社会上跟任何人相处都是如此。不要学着现在的，做了很多损害人家事，对不起人家，人家要求你道歉还不肯道歉呢，还认为自己呀，自己做的是对的，就算明明自己做不对呀，还要说辩论很多理由啊，不肯道歉，这种人呢，不足以跟他讲学问了，更称不上他是君子了。所以这章是我们学的什么？不要问故。有些孔夫子那些几位大弟子，颜子不贰过，子路喜闻过。除了颜子、子路以外，孔孟这种那些大弟子啊，都是如此啊，都是这么学法的。现在看804页，还是子夏说的。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辩，望之俨然，弃之也温。”听其言也利。君子啊，有三种变化，三种哪三种变化呢？望之俨然，你从远处望那个君子。他很俨然，俨然什么呢？人字边，左边是人字，右边是个言字，言是庄严呐，是一个人呢，很庄严的人，叫俨然。其志也稳。机智呢？你到他面前，一看呢，那个庄严呢，有一种严肃的意思；温呢，就不是严肃，不那么严肃了，很温和。阎王他很严肃，很俨然。你跟他一碰面呢，一当面一在眼睛一跟他一见面呢，还没说话，就看他这个那种这种神情态度啊，一片温和的那种气象，记住也稳。听其言呢，你再跟他一谈话，你听他的言语也利呀。这个利字，根据郑康成的注解，利是当言正来讲，言是啊。不随便的，正是啊，很正直的。这个“言”字，除了郑康成的注解，等的严正讲，黄侃
论语这个那个黄侃的书啊，他又引用李冲的解释说：“离，清正之谓也。离是啊，清正，清是清净啊，正是正直啊。怎么清净法呢？君子敬意之内。”君子敬怎么的？直内，对于自己保持这个直心，直心这个心呐，那就是从本性起来的作用，直接的用出来呀，没有变坏的。给一般人叫良心呐，良心是本心呐，敬于之内，意义方外。一呢，这个对于外面跟一般人相处，那种正义。正义是啊，表示，不与人家随便那同流合污，人家说的话，好的言语，可以接受，不好的言语，不要听他的。那不好的言语，不管他是地位怎么高，学问怎么多，只要说的那些言语啊，是邪知邪见的呀，不要听他的，叫意义方外。方是啊，正正方方的呀。这叫义，叫正义呀、啊。辞正礼体直，言辞很正，说的这个言语，这个体呢，内在的呀是很直，而德容自然法了。自己的这个品德，自然就是这个发到外面来，人家自然就是，那就是天气阴也丽，这个丽就是这种清正的言语。人谓之变，君子无变也。三变，这三变什么呢？一个是远望，从远处望之俨然；即之言文是当面呢，就得温和。听其言利的时候啊，言语很严正。不是说些那些这个那种这个没有意义的言语，也这三种啊，子夏叫君子有三变呐、这个变化，别人看起来君子有三种变化。在君子本身来讲，没有这个三变，这三变是别人对君子的观感，君子本身呢，
俨然温和，离一生都具备的浑然一体。他并不是说这个俨然是俨然，温是温，离是离，没有这样。君子单独的也好，跟人家来往，他本人呢，没有这些变化。这就如同孔子、孔夫子、圣人呐，孔夫子、圣人的话，他就是温良恭俭让啊。他无时无处而不是温良恭俭让。是为什么呢？这些呀，都是君子发乎自己的本性，从本性里面发出来这些用处。只有那些不认识自己本性的时候，有无明迷惑颠倒了，在起作用的时候啊，他那些人随时在那里变化，随时啊，随波逐流啊。我们学君子，不要随波逐流，我们要保持我们本有的这种这个像君子这种俨然温和，言语一定要这个义正辞严，必须这样的。我们学道是成天的在那里，要学圣人的这些，这些学问，时时刻刻要把自己的改过，哪有那些闲工夫说那些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言语啊？哪有那些闲工夫跟一般人学那些这个没有意义的那种行为啊？君子也有悠懒的时候，也有游山观水玩水的时候。君子游山玩水呀，他跟一般人游山玩水不同。君子游山玩水，他就是看看山水的这个，有没有灵气。像苏东坡讲，山色无非清净神呐。那个本文是这样讲的。溪声即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神啊？君子是游山玩水，他就是山水，把这个水流的声音呢，就像极乐世界那个广长舌，六方佛用广长舌来说法，看看呢这个青色的山呐，就看到如来的
清净庄严的这个身，看如来清净身，就看到自己的清净身，看到自己的法身。真子游山观水，他有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是君子一言一行都是在道上面，跟现在那个电视里也好，网络上也好，那些报道的现代人呐，言语都说那些引导人家吃喝玩乐，讲讲这个人家庭里这个夫妻之间这些这些是非的问题，挑拨夫妻之间的这些问题，要就是啊，提倡哪个地方出的这最好的这个美最美的这个饲料啊，最美的食物啊，用了海鲜煮出来的，最好的这个视频上面加上生鱼片在上面。最吸引人的观光了，观光客了，成天的就是报道这些啊，饮食，就是啊，总过去来讲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哪一个出名的女子？花了多少钱呢？跟人家陪人家睡一觉，这就财色名食睡嘛。现在的世间法就是这一套啊。我们不要学那一套，不但不要学了，看见那些报道的话，当下自己就警惕自己。这一听进去，一看进去吧，就在我们的心田里边呢，落下那个种子了，就变成因了。在过去时候遇见适当的缘呢，我们自己就表现出来了，就结果了，这很厉害的。所以我们现在，古人讲可以那些。非礼勿听的孔夫子叫颜子的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。我们竟然办不到啊！你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啊，不行的。看过之后，听过之后，当下就自己呀，警惕，提起自己的警惕。辨别是非那是不对的，这一警惕啊，就把外边那些财色名食睡那些造恶业的那个因那个种子啊，把它破坏掉了，不让它在我们心田里面呢，将来发芽生长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君子这个三变，言然温和，言语要利。我们千万不能说那些跟现代人学
学，某某人，他这个表现出来是这样，我们跟他学啊，跟他学就跟他造这个恶业了。那么这一章我们就研究到这里，后面。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呢，则以为利己也；信而后见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”第一句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。”这个就是啊，君子啊。在古时候，在朝廷里面帮助国君治理国家，那么这个帮助君国君治理国家，使民，劳其民，劳其民呢，就是这个，就要让民众啊，来替国家做一些事情。你君子无论是。这个帮助国君的做任何事情呢，要以心，先要心呐，你要劳其民的话，取得民众啊对你有信赖。或者是信仰，然后叫这个劳民啊，这个意思很广，包括你要推行某种政策，要向民众啊都来支持你。配合你这个政策来实行，这都是劳民呐。这个首先呢，必须要取得民众的信心。所以信而后劳其民。为信呢，则以为利己也。为信，你没有取得民众的信心的话，那你举办某种事情，开辟一条道路。你要这个道路两边的这个民众的这个购买民众的土地，或者是民众的建筑物，要撤出一部分，那个民众认为你啊，利己，是利在这里当虐待讲，是虐待他。所以信心重要啊！政府在政府里做这个高官、做政务官的时候，你没有取得民众信心的话，你做任何的事情啊，民众都不谅解，他不愿意跟你配合，他认为你是侵犯了他的权利，
信心重要。幸而后见，魏现这一位棒极，这是叫世君。世君呢，也要取得君主的信任。没取得君主的信任呢，你劝告君主，君主有哪种故事，你劝告他，他不接受，他反而认为你是毁谤他。所以魏现这一位棒极啊，古时候哪像国君呢？进这个谏言呢，谏是劝告啊，那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劝得好，那个是明君，他采纳。不是明君的话，你劝得不好啊，他认为你毁谤他，你马上就有灾难。所以劝告君主，也要先取得君主啊，他对于你这位臣子要有信心，要是信任你。这个两段，这个君子啊，前面一段是对待老百姓的。对待老百姓的时候，魏县这一位利己，魏县是啊，那些老百姓，他认为你啊，是对他是暴虐。后面这一段呢，魏县是指的君主，你没有取得君主的信心呢，君主认为你是在帮你，回报他。心很重要，在世间办事间跟任何人相处啊，要取得对方对于你的信心，不但对于君主啊，我们普通的交朋友也是这样啊。交浅不能言深，刚刚交的朋友，交浅呢还浅呢，没有那么深呐。这个跟前交的朋友啊，你跟他说话，不能讲的很深的道理。比如说，朋友有过。小过啊，那你可以跟他讲讲，他犯的大过啊，很难讲。他犯的大过，你叫他劝呢，劝他改的话，你跟他交往的还很浅呢，你不能讲，不能延伸。延伸到什么时候啊？彼此都很深厚了，那才可以讲。何况在这里是对君主来讲的，更不可以啊！在没有信任之前呢，你就劝告啊，那个自己招来自己招着很多麻烦。我们对于这个子夏讲的这个两段的言语啊，无论是修道
时跟一般人相处都要记住，记住这个话，这个就拿这个杏仁核罗基敏来讲吧，经文讲的是只讲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把它扩充来讲。你的时间办任何事情呢，要想动员，那也要取得人家的信心呢，人家才愿意跟你配合。所以是扩充起来讲，用处多得很。再讲这个心字，不但君子对于老百姓、对于君主，学圣人知道这个心字非常重要。佛经里面讲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。学道啊，就要这个心字。非常重要。做任何事情呢，心是一个功德，功德之母。佛法普通法门讲，信解行证。念佛法门就是信、愿、行，都是讲心的。所以子夏讲这几句话很重要，心呐。我们在社会上跟任何人共事情，都要取得这个信心。后面的还是子夏说，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矫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这些大德、小德，所谓大德了，就是。就这个修道来讲，在古人引用荀子所讲的“大德不逾矫，小德出入故也”这两句话，是古时候成语。在荀子所讲的是，大德是大节了，小德是小节了，大节是什么呢？五伦，五伦呐，五伦就是。在照这个五伦讲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，开端的是夫妇。五伦呢，要是，要维护的很好啊。父慈子孝，这些无伦的呀，应当是父亲是父母应当慈，儿女是应当孝，这是大德
换句话说，父慈子孝啊，都是大德了。夫妇互相尊重、和谐相处，这就是大德。朋友，朋友之交在乎信字啊，互信呐、啊，就是大德。兄弟互相友爱，反过来讲，父不慈，子不孝。夫妇啊，除了夫妇之外，再和第三者去谈恋爱，这就是不是大德了，违反这个大德了。这里讲大德不逾显呢，显是这个门栏呢，是个门的一个关呢。大德不能这个出这个门栏，不逾显。小的出入可以，小的是小节。小节什么呢？平常跟人家来往，礼貌上面的，礼貌上有时候缺，有一点欠缺，那个，只要他，不违背大德的话，小的出入啊，出入就是有出入这两个字就是出字啊，有点是不够啊，礼貌不够周到啊，那个他可以，啊不，还算是这个，只要不亏大节就好。那么，大节大德不如下呢，就保持人格的健全，就能可取了。小的他的是礼貌不够周全的话，那还不失为君子，还是大德还是可以的。我们这样学道的时候啊，不要把自己啊这个最维系的小节目那样拘谨自己呀、啊，反而太严肃了。我们当然尽量做的小的也不要有出，当然这更好啊。但是一般人很难做的那样完美。但是只要大德能够不逾显，这个就是不失为有道之人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